兆博呢，关兆博在家里生气，他说他想吃他爸爸做的红烧肉好久，然后今天做给他吃。豆皮给我来点吧。豆皮。不生气哦，乖。不搭理我呀。其他同学，其他同学闭嘴。干嘛呢？闭嘴。你要输了还没有？我这个粉丝特别厉害，我今天晚上给你做红烧肉。行吧，那我原谅你了。嗯，快递呢？没拍到，我忘记拿了，自己下去拿，不太热。不行，你帮我拿一下嘛。 Yuki， 我原谅你。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第一步把锅盖打开，第二步把肉放锅盖放锅里，第三步把锅盖盖上。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先切块是吧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梁明达，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教程呀。原来你做菜也用教程啊？我以为你不用呢。你说你这个人多麻烦，我不让吃。所以我把猪皮给弄掉，因为猪皮弄不干净，猪皮里面就再弄得再怎么干净也会有猪毛的。你这个刀工到底是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来弄。你为什么不让人家给你处理好？啊？为什么不让人家给你处理好？哎呀，你别切了手。刀不快了，主要是。呀，就找原因。嗯，原来是刀不快了呀。是啊。我以为是皮太厚了呢。吃饭了。不许抢。一人一个碗，看泰利凤你到底是饿还是不饿？看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刘明达还在切肉皮。你放屁吧！嗯？哪有一个小时啊？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刘明达还在切肉皮。喂个猫粮就一个小时了。嗯。下一步是什么呀？下一步倒用料酒、姜，还有这个叫什么大料，把肉煮一下。是这么做的吗？我怎么记得我爸不是这么做的？那你爸怎么做的？我也记不住了，但就觉得不是这么做的。凉水下锅，水都热了，还刚开火热，里面都冒泡了。今天我是个美食博主，那你直接兔耳朵好麻烦呀。不是兔耳朵，那是防烫的。哎，那你还拍什么 vlog 呢？你直接把教程发给大家多好啊。那开始下肉了，等一下啊。我进围裙了，你看。哎呀，看什么？让我挑大火把肉煎糊了吧。你才不是呢，你自己没把握好。这个肉会爆炸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吓人？皮在里面，肉皮容易爆。我就说不要肉皮嘛。没关系，炒出来这种颜色。哎呀，哎呀。Yuki， 给你吃肉肉。要多久？啊？电饭锅没插，傻子。炖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炖的烂烂的才好吃。我同学他的妈妈给他寄的云南的特产什么鸡。然后我一会儿，咱们俩一会儿去他们家一块儿去取一下，这就可以走了是吗？对呀、啊，等它炖好了以后再炒一下，收肉汁就好了。那走吧，去取鸡，快点儿！你怎么这么慢？哎、Yuki 都说了，真慢。啊 ，Yuki， 听见没？他说、啊、真慢。Yuki， 叫啊 ，Yuki。Yuki 不想理你，只想搭理我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你看，什么鸡呀、啊？母鸡啊，就给你们的母鸡。拜拜。泰利夫，你干啥呢？泰利夫，你看看你那个傻样。啊，来吧，吧唧吧唧嘴，不太聪明的样子。
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我要拆快递了。一二三，好了。二一，看吃面苦。来，我采访一下，你买股干嘛？我从小到大就渴望自己能有一面股，现在我终于有了，还是个军股，好开心。敲两声就得了，大半夜的。我也不会敲，想不想？好起来了，别敲了。噔噔，哇，好香啊！烫手，烫手，烫手！你是傻子吗？我看看，你电饭煲的这个气阀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呀，啊，现在闻着还挺香的。是啊，还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对啊。不用再收一收汁了吗？哇，看着好好吃。OK， 可以吃饭了。就这么一盘肉，剁了三个多小时。来吧，要吃饭了。我好饿呀！这个叫什么鸡？最后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。哎，忘问了，你起菜的吗？我还没吃，就让你上手就要吃一个，叫什么？叫云南卤鸡。我也不知道。你尝口肉吧。怎么样？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。比我想象中的好吃。鹌鹑蛋挺好吃的，放鹌鹑蛋比放鸡蛋好多了，鹌鹑蛋容易入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说我爸不是这样做的，我说你爸怎么做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家拜拜吧，吃饭不方便说话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拜拜，拜拜。关，你去关吗？你没收拾一关。就关吧。真关吧。